OK，好。那如果假设现在你要上这个 SAP Skin Online Purchase 哦，那首先呢，你来到我们的网页，你会看到这一页。OK，好，首先你要做的第一步呢，就是要先 Sign In。好，那在左上角 menu 这里，你按下去，那就有这个 Sign In 的这个部分。好，那这里呢，你会看到有可以用 Social Account 去 Sign In。那这个是要看你在注册的时候你是用哪一个方法。假设你是用 Facebook，你就可以直接 sign in with Facebook。如果你注册的时候是用谷歌，你可以直接 sign in with 谷歌。又或者你是用email 来做这个这个 sign up 的话，那你就用这个 email 来做 sign in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会用这一个 email 来做 sign in。好，那把你的 email 还有你的那个 password 填好过后，你按 sign in。OK，好，你就会来到这一页。那这一页呢，我们是告知你这一个sharing 的这一个好处，那你可以按进去看看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在这一个每一个成功的介绍都会有一个30分，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你的那些所谓的这一个分数的这个赚取的方法。哦，好，那假设你现在要买东西，你可以按 buy。好，buy 这里呢，你可以把这一些你要买的东西，你可以往下看。然后呢，如果你看到你想买的，你就按 Add to Cart。OK，好，那当它就会 Add 去这一 Cart 里面。好，当你按进去的时候，在这里会告诉你你的分数有多少。哦，那然后呢，你往下拉，你会看到你买的产品在下方这里。哦，那我们在这里呢，假设你有哪一样产品。基本上来讲，所有的产品都是40% discount。那如果你有想要用分数，那分数的这一个剩下的分数在哪里，都会在这个上方这里看得到。那如果你要用的话，你就按 Apply Points。OK，好，当你按 Apply Points 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扣58%。OK，好，那当你选择完毕过后，OK，那你可以在这里选择你想要的这一个 Add On。然后呢，赠品，OK。当你选完所有的东西过后呢，你可以按 Update Cart，OK。那 Update Cart 过后你再往下拉，OK，你就会看到你所需要的付款在这里。哦，好，那接下来呢，你就按这一个Continue Checkout。OK，好，所以这里呢会 confirm 你的地址，再按 continue。那这里呢可以你选择要用什么方法做付款，大概比如说你可以用 credit card，你就用 credit card 咯，或者是 Maybank to you 之类的，你都可以选择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会选择这一个iPay 88。哦，那 iPay 88就是用 credit card 了。好，接下来按 continue。好，然后最后就是你的 order confirmation，包括你的地址、你的 payment method，和你的这个 collection type，还有你所购买的产品、赠品都全部在这里。好，当你按继续过后，它就会跳到 iPay 88这一页。那你需要填写你的这个卡的资料然后呢，卡填完过后，这里有两个小方格，那你就是需要填你需要勾这一个下方这一个。这样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按 Proceed，那你就会跳出一个视窗，请你把这个银行收到的这个 OTP code 填下去，当你填完过后就再付款，这样就好了，谢谢。